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今天我在西湖边采访了一位甘肃大爷，儿女都在杭州啊。他来杭州也有好几次了，他对杭州有什么印象呢？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你是甘肃哪个地方的呀？我是甘肃鲁南的。鲁南？嗯。退休了？你退休，你应该在甘肃啊，你为什么在杭州啊？家里人都在杭州。哦，你就是你儿女在杭州。儿子。媳妇啊，女儿都在杭州，两个女儿，两个女婿，都在杭州，都在杭州，孙子也在。就是把你接过来养老。你来杭州有多久了呀？我今年已经三回了。三年了？三回。三回来。今来杭州三回了。啊，今年三回了。啊，那感觉这个杭州怎么样？这个城市怎么样？这个城市相当好，相当文明。文明啊，人也文明。文明体现了哪一方面？感谢文明，就是你走路，人给人让车，车让人。像昨天啊，我来了，过马路的时候啊，在也是西湖的上边来啊。那过马路时候是车让你先走。过马路，司机等我先过。啊，让等你先过，他再走。我才里边等了我叫你车走啊，但是你司机。很有礼貌，很有礼貌，先让你走，然后再吧。行，你先走，走光了你车走。那你们甘肃那里车不让人吗？问的人思想不行。哦。就车让人，就这个你印象很深刻，是不是？对对。这个跟甘肃不太一样。这里你说必须，这里你说民生都相当好。民生。嗯。好，就生活过得跳下跳跳舞。很多老年人这里就是经济发展比较消费高，消费高，嗯，就是消费高，比你们那高很高。像我们那里的水果啊，水果现在像比如这个苹果啊，苹果啊，这个苹果就是3块钱一斤。你3块钱一斤是杭州还是你们那里啊？我们那里3块。三块钱一斤，杭州这边呢？6-7块。6-7块，是你两倍。我们那里像西瓜啊，八毛一块啊，这边嘞，这里三块八，最低价。哦，这边这边消费高啊，消费高，但是这里经济发展啊，这个城市比相当好，相当好，嗯，还有哪？出来的人也文明，人文明，比你们那文明一点。嗯，对的。那您觉得西湖这边治理的怎么样？好不好？相当好，也相当好啊。嗯，好在哪一方面？就是人各方面都人有文明。哦，有没有看到哪个扔垃圾？有没有看到地面有垃圾？民生啊，民生，啥都可以啊，这里啥都可以，就生活富裕。嗯，但是经济也发展，经济发展。像我觉得，就是几个小。儿子女子在这里打工啊，在这打工啊，打工你随便你出去一个月挣几千块啊，我这外地不行。哦，我外地你想打工，像私人搞建筑啊，像你但是搞建筑啊，叫一个妇女队，我们外地就叫搞建筑啊，一天挣上80到1:2，哦，最高价了。嗯，这里出来挣两三倍，至少3倍，就工资高一点。哦，比你们那工资高。嗯。哦。这经济发展比较就好。比较好，就相对这个文明一点。嗯。哦。我也走的城市多了。啊，你走过哪些城市？像内蒙也去。内蒙。银川。啊，新疆。哦，新疆比较好。新疆比较好。啊，新疆这是在乡镇啊，治安过好。还有哪些城市嘞？哎呀，还有真的相当多。有没有到什么东南沿海、上海啊？江苏、上海去过。嗯。你觉得就是你们这个甘肃那边做的比较好的，哎呀，但杭州这边做的不行的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没有。这里相当文明。相当文明。跟你们甘肃比就。没，你们甘肃？甘肃那里也比较进化着嘞，现在人比较文明了。比较文明了。啊，文明了，但是相比
相比就现这里的消费、啊、相比是，但相比以前就是更文明。哦哦，相比我们村里的，相比以前文明了，但是相比真的啊，还思想还落后着了，还落后着一点。啊、像我们未来，你像有些不发展嘛，社会也好啊，有大手一手的啊，但是垃圾也都是一人。哦，我们未来这个说，你看。没什么垃圾，没有垃圾。可是他这边有环卫啊，每次有环卫的，也有环卫的和垃圾也多。那个扫不起。那随便扔垃圾的多不多嘞？多。多。嗯，有些给你摆的垃圾桶，他不扔到垃圾桶。他扔的素质不行。啊。不把那个垃圾桶里丢，他就丢着，他拿的随手丢哪里？他就随手丢。哦。这边的气候怎么样？跟你们那边，你能不能适应这边的气候啊？气候像我们外面，像这几天我们最适应了。适应了。嗯，我们外面比较气候凉一些。那边气候凉，这边就稍微温度高一点。像前一项40多度，38几度。啊。我们外面32、33度。哦。气候我们外面比是。这是生活习惯了 但是这里人也一样习惯。你生活习惯适不适应啊？这里？习惯。这边吃你们那边，就西北的地方，主要吃以什么食物为主啊？是面食还是？面食。嗯，我问你是以小米面。小米面。嗯。那你吃不吃惯杭州这边的面？杭州这边面叫什么？就比较有名的叫片鸭川，这个面跟你们那个有点不太一样，吃不习不习惯？习惯，也习惯，嗯、习惯也适应这个。因为别人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习惯。你吃还可以。我习惯是我在杭州啊，前前后后来好几年了。来了去了。这位大爷对杭州还是比较肯定的。觉得杭州这边比较文明有礼貌，大家觉得呢？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点赞关注，感谢支持，拜拜，下期见。